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莫言。今天下雨天啊，我又带伞。我现在去，买点菜，趁阿杰不在家的时候来搞一顿大餐。只要说我在他面前，秀两下，走，买菜去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表弟，是我姨妈家的儿子啊。来，打个招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有点害羞啊，第一次啊。又带大家来到了熟悉的地方，就是超市。现在去买一个那个火锅，家里没有锅，就是可以插电，就是那种火锅锅。现在去买一个。衣服在里面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就买这个锅算了，这个火锅炉子可以，家里刚好缺一个这个，然后下次阿杰来的时候，他来了我煮面条给他吃也方便，想吃什么东西热一下也方便，也就拿这个。刚才让工作人员拿了一个新的这个炉子，新的话还是好一些啊。要不要买点吃的？屋里有没得？管家的东西吧。家屋里没了。没了啊？蚝油、生抽、鸭油啊？有没得？蚝油、生抽、香油、香木料、香油、鸭油。有没得？等明天去看看了。啊，生姜、淡香、孜然、油。你经理当飞拒绝不好吗 baby？ 啊？那我帮你救救你。油要不，他俩油行不行？俩油不要。嗯，给你干啥带了？买点这个凉薯。凉薯对，有的地方叫地瓜，我们这里叫凉薯啊。要选大一点的好吃些吧，反正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感觉也可以，买两个凉拌着吃也可以。现在买完东西了，可以走了。下好大的雨。下好大的雨啊！我们楼上在菜市场还买了蛮多菜，现在买的就是一点，还差一点的菜啊。到时候看今天晚上的大餐，真的还可以。可惜阿杰不在。是鱼杂火锅啊，来搞的鱼杂。今天请的大厨啊，请的大厨就不需要我来。这是我爸爸自己做的腊肉啊，大家收到腊肉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像我这样，就多过几遍水，因为现在的肉它是有点咸的啊，就一定要多过几遍水，看到没有，非常的香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厨啊，这是我同学，厨师有大概有好几年了，特意请过来了哈。这搞的腊肉里面炖什么呀？莴笋呢？炖莴笋呢？这个热了吗？扣肉熟了吗？
你放在这里不也会冷掉吗？好不好？加。咦，哎呦，笑什么呀啊？啊，嘿牛牛，快点喝，喝完就完啊，好不好？喝完了完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嫂子把头发剪短了嘞，像学生头了这。哦，短了一点好带宝宝去。哦，剪短的呀，是不是你？你看他是一直在笑。嗯，厨房里面还是很热闹的哦。哇，这个腊肉一定要多过几道水。我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腊肉的话肯定说到有点咸，一定要多过几道水再弄。再来。啊！再叫一下，再叫。嗯，嗯。我忘了掉了是吧？嗯，味道不错。味道不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先敬大厨一杯。先敬大厨一杯。啊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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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辛苦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嗯，这个就是我同学，刚才在厨房里面大家看到了，就是我请过来的大厨，我一个玩的比较好的同学啊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刚才前面大家也看到了啊，这是我表弟，我姨妈家的儿子，然后这个哥哥嫂子就不用介绍了啊，我就更加不用介绍了啊，这菜的味道好，嗯，等等，转一个蛋，这么水，等阿杰来了，你就经常来我们家啊。因为我们家里缺一个厨师，缺一个像你这种级别的厨师啊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拿到啦？就看你中那个小姐姐会私信啦。对，这个倒是真的。这个同学是单身啊。嗯，朋友们，如果有差不多二十七八岁的90后的这种小，这种妹子啊，有好的就可以介绍给我这个同学啊。我这个同学人又老实又本分又好，性格也好啊，然后也在单位上面上班，还可以的啊。有理想的朋友们可以介绍一下啊。是哪个？这个腊肉。嗯，是腊肉。试一下这个腊肉，我爸自己做的腊肉，好香啊！看着。还是家里面腊肉好吃。嗯。家里面腊肉。嗯，可以。你这样起了几片水之后，没那么咸了啊。嗯，这个不咸的。不咸啊。嗯，这种技术要教给我耶，以后我要教朋友们怎么做。这是什么？鱼杂。鱼杂啊。鱼杂，好吃。嗯。我今晚上估计要吃三碗饭。嗯。煮了多少米啊？没煮多少米。那不好吃啊。对。可惜就是阿杰不在呀。像这种情况应该是要阿杰在家里，然后我再叫大家一起过来吃饭是最合适的。但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在他们家吃饭，在我弟家吃，他说一定要试一下我的手艺，说平时。结果他的手艺没吃到，还把我们自己忙个半死。结果又把他们坑了一顿。嗯，还想吃那腊肉，都吃啊，哥哥嫂子啊，你看你也吃啊，厨师，等下要自己吃啊，看没有，太香了，嗯，好吃，一点都不甜，非常好吃，家乡的味道。来，像这个扣肉，它要这样吃，这样吃才能香，才能体现出这个扣肉的味道。哇，香，真的香啊，香，肥而不腻。嗯，这个扣肉是我老爸自己做的啊，大家有很多朋友都有吃过，非常好吃的啊，多吃一点啊，吃饱啊，管吃饱味。今天这菜的味道搞得好。嗯，厨师你要多吃一点。哎，可以，肯定要多吃一点了。嗯，现在要刚刚吃完饭，现在要把这里把卫生搞一下，搞干净一点。哎，太累了，叫他们吃一趟饭也不容易啊。
虽然还好都没让我动手弄饭，但是这些搞卫生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呀。刚刚把碗洗掉，等阿杰来了，然后再叫他们过来，好好的吃一顿。毕竟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现在还是没那么方便，虽然也没什么啊。那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